从背后一把抱住 IU， 满脸惊讶，接下来的发展更是让粉丝脸红心跳。李准基强吻 IU， 本来是揪心的悲愤吻戏，却没有想到 IU 因为晃动太大而 NG， 两人大笑场得再来一次。终于是顺利完成拍摄，但其实剧组藏有更大的惊喜要送给 IU。생일선물로키스였다고생각합니다나만좋네뭐냐니게저만좋은생일선물原来是 IU 23岁的生日，李准基恶作剧差点就要砸 IU 蛋糕，最后还开玩笑说刚刚的强吻是生日礼物，粉丝直呼也太甜了吧。탈승사람들이그탈승사람들을뒤에서찔렀고뒤에서확더생각해내남김없이떠올려어서韩版《步步惊心》虽然收视不甚理想，但海外版权金每集1268万，打破韩剧的纪录。粉丝也夸赞李准基的演技，对于两人的虐心恋还是很期待。记者黄一文、陈子芬台北报道。